法一定要秒断、啊。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海底电缆。海底电缆，我要先告诉我海底电缆长怎样，好不好？别好不好？别好不好？那根本就没办法，那根本就没有办法。现在给你的一层，然后又回来了。哦，算了，你知道他加那个盔甲架的感，遮皮加上盔甲架的感觉，像是他拄拐杖之类的吗？好烦哦。就是在搭架。哈哈哈！还不发，这还不发青吗？等一下，这是火葬场是不是啊？越来越像奇怪的东西了。灵骨塔。这火葬场吧。太灵骨了、哦。里面那么多、啊。哎，谁帮我从上面啊？谁帮我从上面倒一桶水？现在你们到底有没有去踩那个加热游戏啊？不是这个水啊，不踩了。基本上应该都踩了吧？不踩了。那泽皮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泽皮应该是有想要进不了。耶、yeah, ，那个真的好恐怖哦！这个真的很恶心哎、欸，我好像看到什么鱿鱼丝在里面。看起来像某一种原住体，你知道吗？好，看起来像外星生物。某一种，哈哈哈哈，跑出来，跑出来，跑出来了，疫情啊，滑出来了。哎，快点拍照，拍照，跟他拍照，快点，快点，你都已经开，都已经完全程直播了，好吗？快点，大家，我们全程，快点，快点，在他旁边，在他旁边，快点，快点，来，全部都爱护，来，快点，快点，快点，你们等一下，先不要那么急，站在旁边，我有更好办法。哎，我们来拆墓碑吧。有没有突然觉得很想学指令？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设定他抬头啊！我们整理了二十分钟。哎、欸，我发现我蛇皮的头被清掉了。对啊，有点发头。可以再发一次。等一下还是会被清啊，所以等一下再发。应该不会。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跟我出一样题。随便掰一下，我会打手枪的。What the fuck？问他哦，这个可以。旺旺，你这个题目，你他妈今天我会这样？鬼题目。当当，这个好像哲皮泡在化粪池里面。哎、欸，哈哈哈，这是化粪池啊？有化粪池？我们这边阿莫应该知道吧？化粪池蛋糕。梗，快点哦！我觉得下一题都，我的猪死掉了。我觉得下一，哎、欸，你打死猪了？我快下要走线了。来，没关系，应该不会怎样哦。头很痛。哎、欸、哎、欸，是哦，猜题，不要用素材啊。哦，在干嘛、啊？我怎么会有蛇皮的脸啊？谁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点鸡啊？哦，那我不小心搞的，在玩而已。你是怎样啊？是怎样？哎、欸，长颈鹿美女哦。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吧。有了，这是动物哦、喔，就没看到。先不再给我解释一下状况嘞。鱼，哎，风暴。我觉得等一下，你传送到我这个位置，你盖好之后传送到我这个位置，然后放一个告示牌，直接把那个答案给打出来。对，今天累格到有点夸张，我一直跑回同一个地方，好奇怪啊。该我的眼睛是什么病呀？感谢旺旺，赞叹旺旺。那个跟我姐三回，这是动物有老二，还有他眼睛。三回啊，不是这个东西之类的吗？这个应该是这样吧，因为这边有三只脚，然后下面有东西那个。好了，哎、欸，我等一下，哎、欸，还有啊，屁呀、啊，这叫动物？哎、欸，不是啊，我怎么会这样子的？我帮忙，哪有这种动物、啊？然后我还要自己盖，那其实怎样啊？这样好痛啊。好，这样子。哇，地图上说那边有水船。啊，快掉了！欸、有没有可以修一下？汪汪，坏掉啦！哈哈，来人呐！坏掉啦！这个还是骨头，这个也太难盖啦！哇哦，盖到了什么？好棒哦！哎、欸，我还有移动啊！有没有人救一下汪汪啊？这是不是坏掉了啦？哎呀！
不是我睡觉，这是什么？不是我还没吃晚餐呢、欸。这个颜色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啊！什么东西？什么东？所以我说的很难猜啊。那是什么？这是什么、啊？我家电铃响嘞，是我猜的，我帮汪汪猜。哦、，Here， 我是会喝酒的老虎呢。等一下，为什么是看起来那么像巧虎啊？因为真的老虎太难盖，就盖巧虎啊。谁的？这谁盖的？谁盖的？哦，好，我盖的。这个，有啊，这个还有泡泡出来，还不错。这就是动物啊！你们故意要抢拍的话，没办法。会做化学实验的啊。等等，先去那个，先把那个。谁哦？会喝酒的老虎？谁？他们应该是汪汪猜的吧？开黑酒馆，喝酒的老虎。十八家。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十八家？这家伙杯酒，因为喝酒要十八岁。哈哈哈哈哈哈！北极熊，我只知道北极熊三个字。看下视频镜头，我有实体可以参考。你那巧虎长这样子。石头的脚爪水踏、啊，哦，这个盖的还算 OK 啊。水踏，水赖，打错字了。哦，水赖玩石头盖的，什么？怎么是石头啊？是水，这我不知道水赖当怎样啊？水赖啊，可以查啊。我们有说可以，还有那根，这是眼睛啊。下面是怎样啊？哇，这是什么啊？这应该是什么东西啊？我猜应该是河马。河马？我可以猜河马是紫色的啊。哦。哈哈哈哈哈！你这是什么？你是结婚的？我觉得他没关系啊。啊？我不解释为什么是奇怪的。墙壁的海象，这的确比较像海象。鼻鼻孔的场景，为什么不哇？在吃醋的场景，哈哈哈哈哈！我看前面高士排点什么、啊？是场景，哈哈前面是怎样？他的脸怎么回事？不太对吧 ？PH2。你们从后面的下面看啊，是很像长颈鹿没错。可是我从前面看的话，为什么看得很像长颈鹿的蛇啊？蛇什么长颈鹿？这次长颈鹿有它的四只脚，竟然长在同一个面。啊，这就是平面，这种简，这是平面的构图的那个、啊，这是种简单的，是会喝水，对。所以从鼻孔变成这个喝水了，是会开始控的猴子。你看他鼻子，为什么蛇？为什么他鼻子？鼻子内凹哎、欸，原来是伏地魔，还被土拨鼠啦！这东西有点像土拨鼠，海是会弄掉的水濑，这样子，海濑，海濑，海獭，海獭，那是内、欸、没有没有，是不是是没有，你们错了，是海濑，狗吗？没有，我以为这是狗，还有，是会玩电脑的狗。在这个水里面养殖哦，是假交配的青，这是什么东西？真青蛙，你干不出来啊！我们是会化学实验的事、啊，差不多啊。为什么从假交配变成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这个是没办法，这真的是化学实验。这个是，这个下次不要这样弄，下次不要用水怪的方式。而且他还是用盔甲架的，是会游泳的猫咪，因为被打死，被打死的是吧？是会游泳的猫咪哦，有大，是会游泳的豹，怎么又会变洗澡的老虎啊？为什么变巧虎啊？巧虎的原生品种，哇，没看到这个，你好有诚意啊！你吗？在皮卡丘是不是有在看神奇宝贝？会画图的企鹅，他是苹果吗？会画画的企鹅。哦，然后铜雀是会画画的企鹅，是会画画的企鹅。后面的是什么？那后面而且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还有暗藏机关哦。哦，哪里？哇！要爆炸是吧？人家闯天梯啊！哎！这么快就要自爆了吗？是会看白目的黑色唐老鸭。噔噔噔噔噔噔噔。喂，可是
是你真的敲掉敲掉，你这个时候就很正常啊。是你是那种训练型选手是不是？训练型选手，训练那个在训练的时候那个一切正常，然后比赛的时候就失常那种。会胃痛吗？我不知道，可能会胃痛。第一次传送完之后，我的电脑负荷不了那个指令量。一定要电影啊，因为电影的话其实超难盖，而且你有五分钟，你盖出来的应该是我们盖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完全会直接全部完全偏掉。一人啊，哎 ，Y 朋友 ，Y N， 嘿，哎 ，Y N 在玩。我在上班啊，靠北。你用手机玩？你用手机玩不太困难呐、啊？这是题目是一样的吗？定完角色啊，定完。打游戏名称，打游戏名称应该可以。打游戏名称可以。可以限定某一款游戏的某一个角色。那的话你要打游戏名称跟人名。就某某游戏的某。对对对，这样的话你就对这样子。哦，这个东西我知道，太简单了。你这个根本就不是角，这不是角色啊！大伟啊！对啊，天哪！剩六十秒，盖不完呐、啊，这盖、个、不完呐、啊！没办法，等稍微盖个，我盖了简易版的，只能盖简易版的啦。原本就是啊，都时间那么短，然后你又想要盖到旷世巨作。我盖好了，盖好了，爆炸！哦，这个猛，这个猛，这是什么啊？我可不可以？这个可不可以直接打啊？这个可不可以直接打游戏名称就好了？六个字。我的妈！你喷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好像在昨天还前天来看那个什么某个人的实况。盖出来的东西而已，现在要我盖这种东西是不是？可以。该播啦！我脸这个脸，我是这样子，我就不相信你们玩过麦块，这样还盖不出来。我没盖完，又来啊！好像知道，可是谁啊？开发五十影，我看过，可是我不知道他那个游戏名字叫什么。这个也是，不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哦，这简单呐、啊。我打物理的物会出现物形两个字，物字太多。我是神官大物。我听到了什么？我是小物。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哎、欸，这个我好像看过哎、欸。呀，这个我不知道。不就没有眉毛那只动物吗？它很像查理王那个茶叶。查理王，你又被告了、啊。被告不是第一次。没关系，那个我提过外人家例子。去查理王。麻烦警方到外人家搜索，谢谢。我记得这个植物是有毒的，可是我记得它毒性有多强？无形有多强？毒性啊，不是无形啊。无形有多强？无形好强。是哦，战斗力有多少？大概三十。Over 五星战斗。Over 9000。哇！好，感觉好像没有人懂那个梗。哈哈哈！这期谁出的、啊？怎么会有同系列的东西出现呢？多少手就是我三样东西啊，我要盖到的东西。金武啊！太快，慢慢来。我怎么会用 Mario？ 谁能跟我解释一下，我怎么会用我这一款 ？NGS Snake， 你这个真盖着我烂。什么？没办法，时间不够。那个，这是那个什么？那个蛇书啊，就是那个成龙电影版。为什么 Mario？ 他随便猜的。其实 Mario 的哦，他有巴比特哎。
巴比特、欸，这个截图，这个截图，我这个要把它挖下去。哇，好瘦哦，他瘦身成功哎。哎呀，而且他染白了。高的那个有吃蘑菇的马里奥，头档，你还特别胖。啊GTA 5、欸、这个是 GTA 哦，难怪人物的 GTA 哦，能按 GTA 了吧 ？GTA 吗？我看不出来。他那个 logo 太难了，他是什么角色？什么角色？曼多拉。我因为我猜那个萝卜那个。对。不是啊，刚刚那个是有什么角色？我猜不出来是有什么角色啊？是什么东西？没有，那个只是萨尔塔曼多拉。只写出 Mark， 然后完全没有盖出角色。那个就只是已经艺术角色。哦，这我没盖完。哦，这还没盖完的吗？这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歪楼的吧？也许。这小子 Sonic。太快，不要再按，太快，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跑的。这个跑子让我好有印象哦，这个留下就是这样子，一速小子，他好色的，这是什么啊？他有刺呢，3D 版，3D， 一速小子 online 是怎样？不要，许诺，盖的太不像了吧？是啊，他的确是长那样，他有名字哦，是那个，就是马里奥，以为他叫蘑菇，对，就是蘑菇人，我一直以为他叫蘑菇人呢。那你现在觉得是谁盖的比较像？刚是谁说我盖不像的？现在说说啊。这是日本军队你，比诺比奥哦，好可爱哦，这是我盖，哎，他平面哦，看起来像那个，你们到背面来看，他是秃头，这谁盖的？我，超可爱，但很像神灯精灵，哎，这么没眼睛呢，这好像那个，哎，不觉得像是你们盖三 D 版？肉丸，然后没有坚守就长这个样子。我刚听到肉丸，你们各位，各位啊，你们过来我这个地方看，看到小像喵都会出现的那个香炉。哈哈哈，香炉在哪里？香炉，粉红色的香，粉红色香，星之卡对啊，星之卡比，那我来猜一个，好可爱哦，结果猜成小精灵，为什么？好可爱哦，啊，喂，我差点要猜那个水手月亮，为什么？Pac-Man 小精灵，下一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铁巨人的盖法，盖出去是石巨人啊？谁知道啊？铁巨人，这看起来就是铁巨人了。我的天，要西，谁猜要西的？要西谁？阿莫真的是专业乱猜。要西是谁？要西是马里奥的那只、啊，要西岛里面的是吧？那马里奥里面不是有个会被放生的那个坐骑？要西，我打的东西不见了，谁把猪杀？那个猪被打死，为什么一直有猪会被打死？谁一直用左手打这只猪的？那等下碰一下就死，所以有时候会春丽，小心点，春丽，原本是春丽，然后拆一块打旋风，所以应该会歪掉。一样龙啊，没盖完，有啊，这个看得出来是龙。他是拆游戏，不是拆人物，没有，这是上次的那个杰克武士。你可以说他不是，他都打游戏，他妈的到底谁会拆啊？干，没有拆人物的话，这样会歪掉，怎么都会变成决战富士山啊？因为人物一样啊。金武门不是周杰伦的歌吗、哦？你是说像类似那种什么成龙踢馆之类的吗？哎、欸，对，那个还要抓地图。以前游戏就长这个样子啊，啊而且也是红脸的、啊。我也是，我是直接打那个决战富士山，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游戏哦。你们看他这边满天星空啊，像是满天的星星。这是要唱歌就对了，星空唱星空，眼底星空，先清空。先不要点、哦、哇好的 TNT 啊，哇这就是把它替换成 TNT 哦，你把什么东西替换成 TNT？ 把替换成 TNT， 把经验球换成 TNT。等一下知道是什么事情？爆炸了！轰的卡住了，轰的还蛮没有回应了。这时候看就好，不需要移动。哇，烟火秀哎，没吗？炸完了吗？没有吧？那很快吧？还在炸，还在炸。里面至少应该有10000颗 TNT 吧？超过，要超过10000颗。还有回溯哎。Enter T。哎，最近的伺服器不知道有没有怎样？对啊。Server crash 啦。哎，你们还没 crash 吗？我们还没啊，掉失去连线。我这边就是看到那你 crash 最后一秒的画面。
没有没有没有拍照。好啦，结束了。结束啦，今天这样子啊。一天。It's groundbreaking 。